家集河南，施介元、张元成国家集江苏，廖凤国家集江苏，青年挑战裁判员刘红国家集河南。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，浙江队五号李明，六号朱月洲，三号李静，九号阮云晓，十号汪慧敏，十二号杨忠，自由防守队员二号范建清，主教练吴胜，河北队一号周淼，五号张天宇，六号杨凡，八号罗笑，十号赵佳玉，十三号令杰，自由防守队员十二号许云瑞，主教练张峰伟。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，非常欢迎各位来到2017至2018中国台球超级联赛嘉善大运赛区的现场。在比赛开始之前，同样我们有惯例，用您最热情的掌声送给今天来自双方的球员。希望球员们能够为我们奉献到一场精彩的比赛。浙江队，浙江队，浙江队。浙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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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浙江。
浙江，浙江，浙江。浙江，浙江，浙江。台北队请求第一次暂停。
浙江必胜，浙江必胜。浙江队3-0获胜，恭喜浙江女排，也感谢河北女排。那么稍事休息了，我马上就要进行本场比赛赛后的最有价值球员的一个颁奖仪式。在我们的颁奖仪式之前呢，我们还是再次有请上我们来自大鱼的云。